那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走到我们今天的红毯现场的这位朋友，也是大家期待已久。那他呢，就是毛戈平品牌蜜友刘恋，让我们共同欢迎刘恋，有请。哇，欢迎刘恋，那请先在我们的签名板上留下名字，好吗？那请移步至我们中央的红色打卡点区来，请。哇，今天其实刘恋的一整套穿搭其实也是非常的亮眼，在这个夏日充满了这种热情的红色，但这种红色其实又有它自己独特的存在，不管是在我们整个的裙子上面具有晕染感，或者是今天脚下的这双酒红色的充满着气质感的鞋子，都诉说着自己独特的品味。好，那欢迎刘恋，那先跟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恋，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嗯，好，那刚才其实我发现刘恋的这个刚才跟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在这里遇到大家，对不对？那首先我想先问一下，这里也就是我们的金装奖的现场，那肯定是第一次来吗？哦，确实是第一次第一次来现场，虽然我很早就想来了。是，那其实期待已久，但今天刚好我觉得就是正确的人在我们正确的时间节点来到了我们金装奖十周年这样一个具有分量也具有纪念意义的现场，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感受好吗？我之所以觉得我早就应该来了，是因为我觉得我对美妆也钻研了很多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来这里我也很想去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我喜欢的品牌啊，我喜欢的一些美妆的技巧。是，那我们都知道刘恋呢作为毛戈平的品牌蜜友，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红毯现场，发现妆容也非常的亮眼，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吗？因为我自己是属于中庭比较长的，然后五官比较淡的人，所以我会在我的妆面上，比如说加上像这种从鼻梁然后贯穿两侧的眼下的这种腮红，就是可以在视觉上去缩小一下中庭，然后会比如说这个鼻翼上的这颗我是用闪钻，对，闪钻点了一颗痣，然后它的存在也是去综合一下这个中庭的这个长度，是，就又画龙点睛，又会觉得相得益彰。谢谢。所以今天就像是一抹醉人的红来到了我们的红毯的现场。那今年是我们天猫金装奖的十周年，有没有什么祝福要和大家分享？希望咱们可以把越来越多很好的品牌、很好的美妆产品介绍给大家，而希望大家在看我们金装奖的时候可以满载而归吧。好的，谢谢，再次感谢刘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请稍事休息好不好？好，有请。好，那接下来在我们好大刚刚刘恋小姐姐就在我前面嘛，就觉得她很好看，背也很好看，是，然后